欢迎来到旅游耳语频道。凤凰古镇又名凤凰，是一个位于中国湖南省的迷人小镇。它以同名神鸟命名，以其悠久的历史、独特的文化和迷人的风景而闻名。如果您想一睹中国古老的历史，凤凰古城是完美的目的地。凤凰古镇的主要景点之一是古城墙，城墙建于明代，环绕城镇十多公里六英里。游客可以沿着城墙漫步，欣赏小镇和周围乡村的壮丽景色。凤凰古镇的另一个必游景点是沱江，河流穿镇而过，游客可以乘船游览小镇，欣赏风景，了解小镇历史。这条河也是几座古桥的所在地，其中包括拥有500多年历史的万明塔桥。凤凰古镇也以其传统建筑而闻名，该镇的建筑以土家族和苗族的传统风格建造，游客可以探索该镇的小巷和街道，欣赏独特的建筑。镇上还有几座古庙，包括建于明代的天师庙。对于那些希望沉浸在小镇文化中的人来说，凤凰古镇提供了多种文化体验。游客可以观看土家族歌舞表演等传统表演，品尝著名的臭豆腐和酸鱼汤等当地美食。该镇还拥有多种传统手工艺品，包括刺绣和蜡染。最后，体验凤凰古镇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它的大街小巷中漫步。该镇的传统建筑、熙熙攘攘的市场和友善的当地人使探索成为一种乐趣。游客可以轻松地沉浸在小镇充满活力的氛围中，沉浸在这座古镇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中。总之，凤凰古城是一个独特的目的地，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。无论您是对历史文化、自然美景感兴趣，还是只想沉浸在小镇充满活力的氛围中，凤凰古镇都是您下一次探险的完美目的地。那么，收拾行装，准备好去感受这个中国湖南省古镇的魅力和美丽吧。